欢迎回来 Rock 的频道。先说明一点啊，我没有收任何钱，只有这一款白色的我是自己的，另外这两个都是我借来的。那拍完了我还要还回去。刚刚我展现的那个小的情景剧场呢，其实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过的一个情况，在包里面翻找很久，然后也找不到自己想要找的东西，因为包里面的分格太少了，然后或者包的容量也不合适去装一些细碎的小物品。总之，包里面空间就像一个异次元一样，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那这也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收纳和整理的一个习惯。收纳整理术。那么如果你掌握了收纳整理的这个方式去加入你的日常生活中呢，对你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好比说手机钥匙这一类，然后零钱耳机有一些专门的收纳的地方去收纳，不管是身上的口袋也好，或者是包款也好，总之就是会有合适的地方去存放这些物品，那会让你整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有更多的便利性。这是我想首先提到的一点，就是来引出护肤工业最新的这一款 LEG23 的型号，叫做夜叉的攻击包。这款包主打的呢，就是他们这一季的一个专门用来收纳整理的一款旗舰级的攻击包。那其实很多人说它跟之前那一款拉斐尔长得很像，这个只能说是外形像，容积啊，包括使用方式都是不一样，使用场景也不同。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呢，假如说我背着蝎虎座的双肩包，用拉斐尔做它的副包呢，那我是可以把双肩包放下之后，攻击稳定器加上一个脚架和独脚架都塞进拉斐尔里面，但是同样的东西是塞不进夜叉这款包的。那并且夜叉这款包呢，它其实是采用了双主仓的设计，并不是只有一个分仓，它两个分仓的里面分格设计和使用途径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夜叉这款包呢，这次一共发布了三个颜色，那其中两个是常规版，一个是 K 版。常规版可以看到就是黑色和白色，那其实这次不管常规版也好 K 版也好，采用的扣具呢都是一样的，没有在扣具上做一个差异化的处理了，那只有说在颜色上做区分。常规版来讲呢，白色的这一款会稍微贵一点点，但是也只是一点点而已，其他的除了面料的颜色之外呢，就没有更多其他区别了。黑色这款还是一样的 VX21 的一个 XPAC 面料，那白色这一款的白色部分采用的是 VX42 的型号，那除此之外其他地方也是 VX21 和 Padura 的 500D， 那这些都是一样。至于说 K 版这一款他们叫冥王灰的黑色呢，也是 VX21 的面料，但是它的面料是那种有格纹的 那种光泽度比较高的一个样式，跟黑色那款 VX21 的视觉观感不太一样。我个人觉得灰色这款呢，颜色很出挑，然后配色的方式比较少见，还蛮新鲜的。在配色上的差异化呢，还做了一点小的心思，像灰色这版白色的这个版本呢，他们都有一个红色的点缀，就是比方说拉链，在灰色拉链部分是红色，然后侧面挂环的位置以及背带上的一个快速抽拉的一个扣环，
这两款包呢，都会在这些小地方点缀一个红色的，作为细节上的一个丰富。黑色这一款呢，自然就全黑了。这次我就没有再选择全黑的包款，因为我觉得我全黑的包已经够多的了。那我觉得这款包是比较适合于轻装出行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想它稍微看起来活跃一点，所以我个人会选择白色这一款，我觉得它看起来会更加舒服，也比较好搭配。夜叉这款包的拉链头呢，其实也相对于之前的拉斐尔做了一次升级，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拉链头它是一个镂空的多边形设计，那它呢两边的拉链头是可以互相穿插过去，那用以达到一个锁定和防盗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呢非常的实用。常规版和刻意版的差异化呢，大概就是这一些了。至于说这一款包和上一款拉斐尔的区别呢，除了容量之外，就是它的使用场景了。容量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明显小于拉斐尔的，那也可以说明呢它和拉斐尔是一个不同定位的产品。拉斐尔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容量解决方案吧，它是更适合去配合蝎狐座那款双肩包来使用的。如果到夜叉攻击包这一款包呢，它是单独作为一款轻装出行的包来使用，那并且它主要是用来收纳你一些细碎的物品，而不是装载一个大容量满载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区别。并且除了使用场景上的区别呢，护肤工业这一次给的一些配件也从侧面辅助了夜叉这款包在使用场景上的一些功能性。首先就是它的 Install Link 内模块系统的一个设定，这个内模块系统其实早在我上一期讲他们蝎狐座双肩包里面呢我就有提到过了，但是当时呢这个系统并没有正式的推出来。那么直到现在，这个系统其实跟夜叉这款包呢作为一个配套的周边一起发售，同时这个系统呢也是支持像蝎狐座还有之前那一款和塞格尔联名的前兆熊包一同去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有弹力橡筋的魔术贴面板，那它的前面是有一个贴你的湿气掌的位置，那这一个是来自护肤工业他们这次新出的可以自定义的湿气掌。上一期视频我不是说我正在画这个湿气掌吗，大家不要学，我搞砸了。我搞砸的原因是因为跟这湿气掌一起的包装呢，它会有一个小卡片是给你打草稿用的，我把这张卡片弄丢了。我弄丢了之后，我就按自己的感觉去画画画，结果画到后面就不够了。这个也不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了，其实它更多的是给你做一个分类的命名，比方说你这个位置是用来绑 USB 线的，那你可以在这里上面写一个 USB 或者是写一个 cable， 就这样子贴上，那就自己心里清楚你这边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你这边是另外一组线和电池的搭配，那你可以贴一个 set 1或者 set 2之类的，它有一个塑料的底板作为一个支撑，所以它其实整体呢做工还是很硬实。这个内模块系统呢就要说到夜叉这款包的 AB 双主仓设计了。 A 仓就是支持 Install Link 这个内模块系统，也就是前面这一层，后面这一层呢就是 B 仓。先看 B 仓，它其实拉开之后呢跟拉斐尔的分隔设计是一样的，有一个弹力橡筋收口的大的直插格，还有另外一边是拉链开合的两边对半分的一个收纳设计，那中间就是一个比较大容量的正常的内部分仓，这边就是 B 仓，没有太多特别的。这款包的重点主要放在 A 仓，大家首先要先把侧面这两个支带给它解开。说到这支带呢，我觉得特别要提一下这个扣，这个扣具是来自韩国的 Woojin， 那它是始祖鸟的供应商，很轻便的同时呢，我觉得它手感非常好，很丝滑，轻轻一摁就可以解开。把两边的扣子打开呢，你才可以把 A 主仓的拉链180度拉到底下，对， B 仓的拉链只拉到侧面就为止了，那 A 仓是可以一直拉到底下，拉开之后你就可以180度打开这样子。那打开之后呢，全都是一个魔术贴毛面的面料，你就可以在任何位置贴你想贴的，比方说湿气张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些内模块的东西。那这样贴上来之后呢，你就可以任意的组合你在这个包里面想要放的东西，那并且所有东西呢都会很牢固的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不会说你一打开包还要翻半天才能找得到。那至于说包款里面的这一个内模块的设计的位置到底要怎么样去设计呢，这个就要靠你自己来发挥你的想象力了，这里只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而已。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面呢是通体的一个毛面，是没有任何分隔设计的，但是这一面呢是有一个分隔，就是这边是一个大的分隔，你可以看到我一个小的便签加上一个移动电源，这边是对半等分的设计，大的这边是一个格，那另外一边是等分成了三小份。三小份其实它是可以通用之前的 side gear 的这一个小拉环，大家可以看到魔术贴的拉环它用来固定，然后通过绳索去绑定你的一个需要快取的物品，比方说我这里是一个 small rig 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平时我用来拆装一些稳定器的快装板之类的，然后你可以放笔啊，或者放 USB 啊，或者放我这一个是 Big Design 的那个小红点，
用来绑相机的挂绳，我暂时是这样用了。那每个人有自己的用法，我在这里只是分享一个我日常的使用方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也给大家做一个示范，说这个内模块系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回事情。那并且这内模块系统，就像我说的，它也是可以支持蝎虎座那款双肩包。那同时呢，这个内模块系统也配套的衍生出一个专门用来收纳的补给包，就是龙葵。这款补给包也是全 XPad 的面料，但它是 VX07， 因为它作为副包嘛，我觉得它也不需要强度非常高的一个面料， VX07 来讲应该是够用的了。那背后呢是 Squadron 的专门定制的激光切割的一个面板，它是可以镶嵌这个 Bolt 插条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把这个龙葵呢装在这个蝎虎座双肩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简直超级合适。同样的，你可以把它180度打开，它是有点像我们以前收纳 CD 或者说是光碟的那种，就收纳包打开之后呢，它是有一个拉链层呢，内外都有一个相同一样大小的拉链。再往里呢，就是一个活页设计的魔术贴毛面，你可以贴你的设计章之外呢，你也可以去贴一个内模块系统。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整个系统的设计呢，它感觉有点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或者写字的感觉。在拿到这个毛面的时候呢，它当然是上面什么都没有了。你通过这个内模块系统的装载呢，你自己去设定或者说去构建你想要达到的一个收纳效果。里面这一个活页呢，你是可以去加购的，就是你想要多少张，只要能装得下都可以。我这里就是两张，大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样子。夜叉这款包和龙葵的补给包呢，他们两个作为一个配套的主副包来使用，个人觉得也非常合适的。但是我体验了一段时间呢，发现其实夜叉自己本身的收纳能力就非常足够了。对于我个人的生活场景来讲，夜叉自己就非常足够收纳我的一些东西了，所以我就把龙葵这款包呢拆下来给蝎虎座使用。我就不需要在蝎虎座里面贴太多的那个 install link 内模块，因为我想它里面稍微宽敞一点，我拿取东西也比较方便，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那至于说另外两个小副包，就是这个钥匙包和这个饭团包呢，他们两个是作为算是入门项的产品来推出的，尤其是这个饭团包，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把它绑在蝎虎座的肩带上，那当做一个平时快取小物品的袋子吧。我这里放了耳机或者是钥匙，然后有一个大的魔术贴的面，你可以贴的设计章。那我亲自测试过呢，它是真的可以放一个 7-11 的饭团进去的啊。然后我就贴了这个手表面的设计章，提醒自己按时吃饭，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个人除了推荐这款小饭团包作为一个比较适合学生党或者说适合夏日的一个小物品 EDC 小物品之外呢，我会更加推荐这款 M106 的钥匙包，因为我觉得它样子会除了看起来更加像一款成熟设计的产品之外，它确实有它的实用性功能性。因为最早他们在草图的阶段呢，这款包是用来作为一个专门放的蓝牙耳机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呢其实是有多一个橡筋的一个弹力橡筋收纳，就像那内模块系统的橡筋是一样的。那它在弹力固定的同时呢，正面这一块大的绒面的部分是两层，这一层是通的，你可以放你的外置的一些金属制品，比方说钥匙，然后用那个塞克尔的小拉条固定在这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放进去然后贴上，拿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直接拿出来。那里面呢就放一些比较怕刮花的东西，因为它这里专门做了一层棉，是填充了一个厚度，用于保护里面，比方说蓝牙耳机这种物品呢，它是可以放到 AirPods Pro 或者是比较大的蓝牙耳机都可以放进去，并且它整个通体也是 XPEG 的面料，顶部正面背面底部都是，那除了这个魔术贴的面了，那背面的这个 Bolt 插条的设计呢也是一个专利设计，它并不是通体的激光切割，中间也是做了一个断层的处理，在通过插条接 Moly 面板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呢不会鼓起来。这两个小东西价格都挺便宜的，那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喜欢的话呢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入一个。在这里要注意，饭团包里面是没有任何内衬和内里分隔设计的，它就是一层面料的。我更建议的饭团包是装一些不太贵重的东西，那比方说一些零钱或者钥匙或者是一些有的没的小东西。那么除了这些东西呢，再过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配件，就是 HMS 系统。 HMS 系统呢是 Cygear 这个公司专门用来作为扩展系统开发而使用的。那它初衷呢是可以无限的延伸装更多的，比如说弹夹包或者是一些手雷包等等之类的一些配件，大概就长这个样。它有分为两格版和一格版，价格其实就差10块钱，自己看你的使用场景需求用得到哪一个你再去考虑买。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在理论上呢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只要你手头有足够多的数量，你甚至可以把它绕地球一圈。服务工业定制的这一款 HMS 系统的扩展版呢，它的中间的连接是使用这个 hinge 快拆扣，那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弯折，更多的呢是给你扩展你的肩带使用。大家可以看到夜叉这款肩带呢，它侧面也是有这个 hinge 快拆扣的设计，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它和拉斐尔一样是可以装在一些活桌上面，它是不可以的。首先 ，Hinge 快拆扣在拉斐尔上面是一个可开口的一个扣环，那它是可以任意把你的左扣或者右扣调转方向来使用，但是夜叉不行，它是一个闭口的 Hinge 快拆扣，所以呢，你是不能把它从这个模拟磁带上面拆下来的，也就是说方向不对你就扣不上。那这是其一，其二。这款包本来就是作为一个单独使用的单肩包来作为一个设计初衷，所以这边的 Hinge 快拆扣只推荐用来装载这个 HMS 的扩展板。看到就像这样子，把它装上去之后呢，理论上你的肩带就变长了一节。这样变长一节之后呢，你可以在这里多加一个你想要加的副包，比如说这个小钥匙包、通过 bolt 插条或者是这个饭团包，一个道理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装一个扩展板，而不是说直接就可以装在这个肩带上呢？并不是说不行，大家可以看到肩带上也是有模拟磁带的，但是它是一层，看到没有，它是两格，但是它只有一层磁带，所以装上去的话呢，这款包会有点这样子绑的不是特别牢，也当然也不会掉了，只是绑上去的效果不太好看。如果你是用 HMS 的扩展板呢，你是可以真真正正的把它完好的贴合在上面，它这样就有一个正常的三格的模拟扩展板的位置去充分的使用这个 bolt 插条，那它可以扣得非常牢靠，它是不会去有任何一个晃动的。当然这个用途到底实不实用还是因你的生活场景而决定的。那么这个饭团包在这里呢，可以使用这个 ACS04 的这一款吊点加上一个扣环呢，直接扣在你的裤子上或者是背包上，又或者呢，你把这个扣环取消掉，只用这个吊点加上 ACS07 这款肩带，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小挎包来使用。这是关于饭团包怎么样去挂载的一个方式吧，因为它自己本身是没有附带任何 C 扣或者是插条的。以上说的这些配件呢，你也都可以在虎扑工业的官方店可以找得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一款白夜叉呢，好像跟另外的两个包好像不太一样，正面好像少了两个 Philo 磁扣，其实我把它拆掉了。我拆掉不是我要干什么，就是拆了给你们看一看，告诉你们说它是可以拆的，它的上下呢都是通过 C 扣去连接，有一个扣环。拆开之后呢，你就不需要解磁扣了，就可以直接拉这条正面的拉链，因为你有磁扣挡住的话，拉链不是很好拉。拉开之后里面我觉得还蛮大的，通常都放一些什么霜啊，或者是墨镜啊、纸巾啊、唇膏之类的这些东西。直接打开这个盖板呢，里面就是另外一个 Molly 的面板。我在这里装了一个折叠护包，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不装也可以，我觉得可以不用装，因为它收纳能力已经很强大了。如果你什么都不装呢，就是这个样子，打开这个磁扣。其他各个方面都还蛮像一个拆弹专家加上拉斐尔的合体吧，就是这样一个感。那说到这条磁扣的带，给大家分享一个拆装 C 扣的小诀窍，就是你把需要装载 C 扣那一边的磁带呢，从中间捏住，让它变窄，是因为 C 扣的开口在中间嘛，然后其实就可以很容易的直接把 C 扣摁下去或者拿出来，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这是我个人在拆装很多次之后，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一个方式啊，用习惯了之后呢，其实还蛮快的。那么除了主包、副包啊，一些 HMS 扩展的配件或者是内模块系统的东西之外呢，虎扑工业这一次还发布了他们最新的字体系统以及夜叉这一颗视觉主题的配套贴纸，就长这个样子。这边是个夜叉的，然后这是他们新的字体系统。那整体我个人觉得都已经非常的成体系，非常好看了。夜叉这边其实有点泼墨书法的感觉，但是做的感觉会更加凌厉一点，更加酷。贴纸都是采用这种 3M 的背胶，非常非常牢，那并且厚度呢也是我觉得蛮夸张的，很厚，然后整体的表面都是采用一个颗粒磨砂的处理。我在这里贴了一个在我的 AirPods 的外壳上，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效果是很好看。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它实在质量太好太厚了，可以看到它贴上去之后呢，明显凸起了一层，我就很担心在拿取的过程中呢，会把它的边边刮起来，久而久之它就粘不牢了。不过目前为止呢，可能得益于 3M 背胶的优秀质量，还是挺牢靠的。我个人贴的都比较小，因为它其他的图案呢面积都非常大，大到我有点不太知道应该贴哪里好，所以现在都还没有贴出去。所有的这些配件，所有的这些自定是一张啊，贴纸啊，这个包啊，这个包啊，这个包啊等等的这些，这个包啊，都会随后在我的动态发布一条由哔哩哔哩特意开放的官方抽奖工具来抽几位朋友。具体怎么样呢？大家看完视频之后去留意我的动态信息就好了。刚收到一个快递，没错的话应该是，对，虎扑工业又追加多了一个全新的夜叉。作为一个抽奖的奖品，那我就不拆包了，我这个原样我到时候也会抽奖抽出去，大家留意我动态吧。因为之前有在
哔哩哔哩做这种在评论区留言然后抽选嘛。那其实平台官方呢并不推崇这样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形式呢其实按理来说不是特别的公平。那我当然也知道，但是我目前还没有达到可以任意使用官方抽奖工具的一个等级。这个月呢是特意为我开通了一次，那我正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呢，就可以使用他们官方的抽奖工具来非常公平的跟大家来回馈你们，每一样都会有，大家不用太担心。那除了抽这些东西呢，我还会抽几双孤僻的袜子啊，也请大家踊跃参与。上期的618种草视频呢，我不是跟你们讲到防水和防泼水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吗？我在这边呢也就稍微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个概念具体区别到底在哪里。我发现很多人还是有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那首先说防泼水，或者叫 water resist， 那其实这个概念更多的是服饰这一块，防泼水的这一个工艺处理会更多的用于那些没有膜的面料上。那么防水waterproof 就是有防水膜这一层在面料中间，作为一个复合的面料，它是达到一个防水的东西。但是呢，大家在这里要注意，做衣服的面料是没有绝对防水，除非你直接用胶来做，那就是雨衣了。如果你是正常的，比方说我们买件冲锋衣，买件就拿 Gore-Tex 来举例好了， Gore-Tex 就是典型的这种防水衣的代表嘛，它其实就是一个多层复合的膜材料。 Gore-Tex 本身就是一层防水膜， Gore-Tex 表面外层的那层面料呢就是一个防泼水的面料，它通过注剂在面料定型的时候呢去操作，那其实就等于说是一个涂层啊，在面料表面中间加一层透湿膜，内里再用压胶去把它密封好，那就是一个叠几层的设计，这样就达到一个防水的效果。那防泼水的面料呢就是没有透湿膜这层东西，就直接是一个普通面料加一个注剂去做一个涂层。 这件 Goopy 的 shirt 它就是一个 Teflon 的涂层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防水涂层呢随着你穿着的日积月累它也是会磨掉的，或者说你弄脏了洗衣服也会洗掉，但是大家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不管是防水还是防泼水的衣服都好，不要经常去清洗，尤其不能用柔顺剂去清洗，或者是带有柔顺成分的洗衣液。只要你用柔顺剂或者是带柔顺成分的这些清洗剂去洗呢，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报废了。这大概就是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在这里也想借着这个收纳整理的概念呢跟各位稍微展开一下关于你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升，或者说是一个对你有一个积极方面的影响吧。收纳整理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我把东西放好放整齐这么简单，有收纳整理和没有收纳整理的生活完全就是云泥之别。个人认为啊，收纳整理这一个习惯是需要日积月累，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去慢慢养成的，那它会逐渐成为你一个个人的生活习惯之后呢，其实会帮你以后的生活中会让你变得更加有条理，更加明晰，做任何事情或者说你去构建任何想法在你的头脑里都会变得非常清晰非常有条理。收纳整理的更多的不是说物品，而是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你的精神层面的一个思绪的梳理，可以这样理解吧。比方说思维导图或者说记忆宫殿这样的东西就是典型的在精神层面的一个收纳整理了。把它物质化到生活中呢，除了你说家里啊或者是工作，你的生活环境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之外呢，其实对于你整个人的思考，对于生活方式的转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这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要推荐各位去尝试去练习收纳和整理的这样一个习惯。那首先呢，我觉得就可以从尝试自定义这个 InstaLink 内模块系统来去做一个开始。那其实我个人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是个收纳整理的高手怎么样的，我其实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吧，那也有做得很不好的地方，我桌面其实也不能说非常整齐。但这个东西呢确实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要有一定的意志力去做，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这大概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希望给我一键三连啊，多多转发、点赞、收藏、投币啊。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呢，记得点一下订阅了。然后对这系列奖品有感兴趣的朋友呢，记得留意接下来我哔哩哔哩的动态，那会有一个官方的抽奖。那就感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那关于红枫叶的这款包呢，还有它一些其他的配件，我大概就分享这么多。如果各位觉得我们说的不到位，或者说还没有讲明白的地方呢，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技能酒馆或者阿良他们的视频，其实他们已经分析的蛮透彻了。个人觉得我不需要再去赘述很多，所以我只能把我想讲的一些话呢再分享给你们。那也希望，把我的一些对于技能风格的单品在我的生活中应用场景呢分享给你们，那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习惯和转变。去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那希望能够在各位的生活中呢起到一点点小的影响，目的就达到了，大概就是。